大家看，我这一颗前段时间扦插的大枝条三角梅，现在已经成活了，长势非常不错。那么像这种状态呢，由于它的枝条长势太旺盛，所以说呢要适当的给它修剪，因为毕竟是扦插的时间不是很长，根系还不是长得很旺盛，所以呢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给它修剪掉一些徒长的枝条，避免影响到生根，同时呢给它剪短一下这些枝条，这样的话呢它就会生根更加迅速。当然了，扦插这种三角梅的大枝条，想要它快速生根根系发达的话，还是少不了这种快速生根粉，因为这种生根粉呢，它不单可以促进植物生根，同时它里面的营养元素非常的全面，可以给植物补充各种营养元素，所以既可以促进生根，又可以给它补充营养元素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我们的三角梅才会根系长得旺盛，长得发达，同时植株也长得旺盛。那么像我这颗三角梅的话呢，我一般都会给它大概十天浇灌一次这种快速生根粉。当然了，这种快速生根粉不单可以做扦插用，平时我们也可以适当的给自己的花卉浇灌，这样的话呢让自己的花卉根系更发达，吸收养分的能力更强，那么自然就生长旺盛，病害少了。好了，这就是我这一颗三角梅目前的一个状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